好，十八式闪中环啊，接着第十九式的闪腾背，我们开始啊，有一个大的转向了。好，放松，滚圆圈，收右脚，再滚圆圈，出右脚，前肩靠，放松。好，右掌向前劈，劈掌，收回来。再劈掌，重心向前移了，啊，左脚上步，左掌继续向前劈掌，右脚啊和左脚呢形成了一个弓步蹬啊，右掌一个叉掌，白蛇吐气，好，再放松，开始转身体，身体向右转，注意转的时候呢，右脚要稍微向内靠一点，左脚向右勾，上身向左。啊，腿向右，继续向右转腰，好，撤步。现在胸向完全向西了，收回来。第二十式击地锤，并步直拳，放松。好，右勾拳，右脚，左勾拳，左脚上步。好，两手交叉画圆，右拳的击地锤。啊，这个式子完全向西的。二十一式平心锤开始转向，就转回来了。啊，首先是一个反背拳，啊，打到我们的右后方，然后收脚出脚，两个手合，啊，一个肘击，肘击完全向东的。转体的时候呢，注意先转脚，然后移重心上来。把重心到左脚以后，提右膝，好，上身有一个开合，正脚开步打开，我们转到了东，然后呢是东偏南的方向，好，出拳，这一拳东向南，好，再放松，第二十二式，这一拳又是。向南了，注意向北撤脚，好，然后撤回来，沙腰压走了，再放松。23式当头炮，好，继续转身，转到了胸向西南，啊，注意两个拳的方向还是向南打出来的，好，再放松。最后24式收势，一个捋。把金刚倒地的动作回来了，打开，左转腰，左脚撇到正南，右脚上步，虚步撩掌，收脚合手，好，收势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从东边来看这个动作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再换一个180度的方向啊，我们把镜头放在西边，再看一下这个动作的完成啊。从第19式到第24式，我们还是从第18式结束开始，闪腾背的结束，中盘的结束接闪腾背，好，现在镜头呢，在我的后面。收脚，好，前肩靠，重来一下，对不起啊，镜头可以吗？这样，可中以。盘，好，放19闪腾背啊，打开一个收脚，再一个开合前啊，前肩靠，好，向前劈掌，再劈掌，左脚上步劈左掌。右手叉掌啊，白蛇吐信，放松，右转腰，右脚跟内扣，好，扣左脚，欲右先左，收回来，第二式是击地锤啊，向西了，上步，再上步，都在向西上，好。击地锤，
121式又转回去了、啊、平行锤先做一个反背锤再活步，好，这个平行肘再放松，转脚转身、啊、海底翻花、啊、上身的开合，正脚开步摸盘手，八字手平行锤沙腰压肘，又继续转向撤步拉回来，沙腰压肘，好，再放松，第二十三式当头炮，收脚转身开步，好，两个拳出拳的方向是正南，胸向是西南啊，好，再放松收势，二十四式收势捋，好，两手打开，左转腰，左脚向外撇，上步撩掌，这完全向南了，左脚合手做收势，好，我们今天啊，关于后面这个五个动作的方向的解析呢，啊，我们又给大家讲了一遍。现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啊，方向的问题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？啊，很清楚。嗯，好。那我们就最后啊，我们用这个南边的方向再把这个式子啊，从十九式到第二十四式再做一遍啊，这回把它放在南边，看看我们转怎么转回到南边来的，好吧？好啊，现在镜头在南边呢，就是在我们做完成十八式的时候呢，是在我们的右手方向是南啊，好、啊，第十九式闪通背。收脚出脚向东、啊、劈掌也是向东，上步也是向东、啊、还是向东、啊、收脚收手开始向南、啊、这是一个小摔向南，接着继续转向西，好，再放松，第二式是基地锤向西的动作，也是我们二十四式呢唯一一个向西走的动作、嗯、好，二十一式又转回去了，转脚海底翻花，磨盘手，好，平行锤，啊，第二十二是沙腰压肘，反背锤，放松开步，转体沙腰压肘，好，再放松，二十三是当头炮，转体，先把脚收回来，转身斜开步，两拳向南，好，再放松。二十四式收势，先捋啊，从左向右的一个捋，然后右手不动，左手打开下画弧，打开啊，左脚外撇，虚步撩掌，好、啊，把脚收回来，与肩同宽，合手，我们做收势。好，我们的课要结束了，我们接着做一下放松啊，摇摇肩，两个肩啊，前后摇，放松一点摇啊，好，反向，
好，再做一下啊，上开下合，下开上合的放松。最后一个，说是，哎呀，说是要做一个吞咽啊，把手里的唾液分三次，分三个收拾中的一样吞下去。